这次我们极岛台湾系列来到了澎湖，知名杂志推荐的百大景点的第一名哦，非常好哇！早安，像做梦一样的场景，怎么可以美成这样子啊？澎湖县政府是唯一指定的一个生态旅游景点，天哪，像一朵花，那该不会是狮子鱼吧？ 我永远记得那个蓝色珊瑚礁的爱心，很浪漫。这是台湾的一景一物，我觉得那个感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